在十五楼，我住在地上，我陪了你那么多日子，我爸是蛮尿，现在治好了你就不要我了。一年半了，一年半，在你生病期间都是他照顾你吗？是他照顾我。医疗费谁出的呢？在家里借一些，让他给我拿一些。在一起觉得不幸福是吧？对啊。你的病算彻底治愈了吗？这事儿谁也说不好。生病期间这一年半的所有的钱都你筹的吗？对，我找了一些好朋友在大街上卖报纸。我们东北那边零下28-29度，我当时看我那些朋友还有大人有小孩的，拿着报纸冻得脸通红。我当时我是边哭边给人家解释，我说我爱人得了病，我难不难？别哭啊，他要真这么白眼狼咱也不要他了。你现在一点都不爱他吗？是不爱他。现在一点都不爱他，是真不爱他还是假不爱他？真的。要是真的不爱我或者怎么样，你给我一句痛快话就完事儿了。陈哥，你要是半道离开，